徐州再次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。来看看我们幸福在哪里。说起我们徐州到底幸福在哪，在徐州主城区开放式园林绿地已经有了240多个，人均公园绿地超过16平方米，云龙湖、潘安湖、九里湖，徐州环境优美的大小湖泊早已成为候鸟们心中当仁不让的网红客栈，艺术馆、音乐厅、归华馆、奥体中心，徐州都有了。开翻天的演唱会，大型体育赛事就在徐州人的家门口。2014年4月，徐州首条高架快速路东三环高架快速路正式建成通车，民以食为天。说到幸福感，吃当然要讲一讲。徐州人对羊肉爱的深沉，连外地人吃羊肉也要找带徐州字眼。在徐州，貌似没有啥菜是不能递锅的。作为汉化巷食证明过的烧烤发源地，在徐州，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。如果有，那就两顿。累了，可以去云龙书院歇息，听徐州的文化人聊聊城市的历史。